就让大陆强化之后，那都会成为一个。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看完了其他方面之后，还是要来看一下该车整个问题这边的陈述，看看该车有没有一些值得优化和一些去更新的一些设计。那我们还是先来看整车。整车2840毫米的轴距，其实在我们看来，整车的这种长度上面是完全足够的。那么从乘坐空间上面来说的话，也可见一斑。而它的一些亮眼的设计呢，也让我们确实是有些惊喜，但是问题还是有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车型能够在我们的整体的观察当中，问题越出越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整车的品质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促进和提升。我们先来看一下整车的这个车漆，包括我们说在整个门边以及我们说整个这种悬浮式车顶的一些设计，包括它的对缝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也是合资车型在做到一定的这种程度下的话，能够展现出来的一种极致的表现。当然了，我们说该车呢，在整个这边的覆盖件上，包括咱们说现在的轮间的一些这种噪音隔绝上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那么可以看到的是，这边我贴了个条，是一个隔音，看到了吗？那从这个隔音层面来说的话，目前它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现在整个轮间内蹭板在反方向的这个位置，就是内侧的位置啊，它的整个这个覆盖还是不够，那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轮胎上的一些行动、行驶上面的一些这种噪声啊，一些回荡有可能会有。而对比后桥来看的话，那么前桥这边来说，整个轮间处理的还算可以，但是面积呢也不是很大。虽然说有吧，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整个四轮隔音这一块呢，能够做更好的一些加强。而在观察整车的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设计呢，包括像我们说现在整个顶部这边的一个行李架的设计也好，包括咱们说整个车门铰链的设计也好，甚至是尾门的一些设计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却在一些小的件上面存在有一些这种安装是否牢靠的这样的一个松旷问题存在，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听到了吗？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厂方是不是能够将配套这一块呢做得更仔细更认真一点。那么从某种角度上面去说的话，在用户到店之后去看到车的第一眼的眼缘上面也会有不小的一个提升。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在该车整体的设计当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内这边的问题陈述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车内看一看。可以看到的是，无论从整个车门的这边的铰链强度也好，还是我们说从整个车门这边开启的角度也罢，在这辆车上面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有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不错的一些表现。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更好的优点，比如说双层的这样的一个密封条，并且里面有一个植绒面板啊，在这儿给你们提供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防水和隔尘这边的一个双重效应就会变得比较好。同时整个车门这边呢，也采用了一体冲压的一个结构设计，甚至于我们说在整个除了包边这边有一些金属的压边之外呢，连焊缝都不见了。
整车的一致感非常好。但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像这种摩擦，包括像我们说油印这边的一个印记啊，还是应该值得注意一下。那么作为一个白色的这种车身来说的话，这种印记无疑啊，是一个非常凸显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么一个印记。那除了这一点点瑕疵之外的话呢，我们说整车的这边的漆水喷涂，包括咱们说整个这边门间内饰板，以及我们说这边边框的一些缝隙的处理都做得非常好，一致性也不错。而整个门板这边的设计来说的话呢，也是并不是我们说的单纯的比如说像这种啊比较不错的一些手感的工艺啊，包括像这些皮质的包裹，甚至还有这些布艺的东西在里面。那整体的这种配色我也是非常喜欢的，而且这种手感真的做的是非常好，完全不会说对我的整个触感上面带来一些任何的抵触这样的一些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在车辆比如说这个车门关闭了之后密封问题。那么新车型啊，我们说在三年之内啊，可能这个密封的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包括我自己的纳智捷也是。那过了三年之后呢，这种胶条本身它的这种我们说柔韧度啊，就会有一定的这种疲软，包括像一些耗损。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柔韧度的一个退化呢，会造成这个胶条可能会在几年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很柔韧，也不是很有很好的这种抗冲击和密封性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柔韧度的。它一开始的这种柔韧劲做得太好了，但同时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胶条设计在内部这一边是有这样的一个凹形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在整个车门关闭的时候，这个胶条就会呈这种角度去往下压。那时间一长，这个里面整体的这种我们说密封性啊，包括像整个车门这边的整体的这边一个密闭上的表现就不会太好了。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还是应该把整个胶条这两侧的位置最好能够留下两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是干嘛的呢？就是给车辆用窗管用的。那类似于像我自己的车型来说就有这样的设计，所以这个无疑是给用户在我们说三年之后的这种使用车辆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给了这个车主更好的一些我们说后期加装以及后期去弥补之前的一些耗损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胶条的设计。那么可以看到整个胶条的设计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压边式的设计，并且把这个压边呢放到了这个位置。这就意味着说你现在如果想把这个胶条往外拆的话，其实实际上还是蛮费劲的。可以看到吗，它把整个胶条是完全深入到了整个我们说顶部的面板内侧。我们来拆一下试试看。这种胶条的设计呢，在领克上面我是见到过的。你可以看到我在往下扒这个胶条的时候，就一定会把这个内饰板往下去压一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在安装回去的时候可能会费不少劲，但实际上这种胶条在内层这边的一些设计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整个这种刚性也非常好，韧劲也很强。那唯独就是这个边缘还是需要去加强一下。我们现在将它打开看一下。 OK， 这已经是我能够将这个胶条目前来说的话打开到了一个比较极限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在整个这边的板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到它在加强的部分的位置呢，采用了多层的板材去做加强处理。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针对于这个车侧方这边的应力来说，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增益和补强。 OK， 我们现在尝试把这个胶条往回恢复啊。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胶条如果你想恢复的话，其实比起我们说之前看到的领克那台车型，包括像咱们说之前拆装过的一台车型来说都很简单，你只需要把下边卡进去，然后把上面这边往进塞就可以了啊，然后留下这样的一个缝隙对背，再把这一侧的这个缝隙拉出来。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上方这边由于强度的问题啊，一定要往上再顶一下，包括这一侧也是一样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能够做到一点，就是将整个这个板件当中啊和这两侧的缝隙呢去完全对位对平。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不会有拆装过后你的一些这种对位的问题、缝隙的问题，以及整个车门关闭之后完整的一个密闭状态都好了。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车内看一下有关于车辆这边的问题叙述。那可以看到的是，该车在整个这个内饰上面来说的话呢，我们没有发现太多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说现在整体的风格设计也真的是
完成了它当初的一些时尚元素包括科技元素的一个整合，但同时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转向管柱。那在该车的转向管柱设计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方向盘是我见到过的所有量产车型当中比较小的这么一种型号。那整体的手感包括转向这块的这种感受上面来说，更给你给了一种运动风在里面，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呢却发现在我们说现在这转向管柱这边的工作上。那之所以会把这个条贴成做工，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说在这个转向管柱的伸缩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异响出来。我们来看一看，我现在把它打开了对吗？上下没有问题对吗？好，我们仔细来听一下右侧。哎，听到了吗？对，就是这个声音。我们怀疑整个这个转向管柱这侧的位置呢，和整个车身的这个其他部分嵌合的模具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触碰。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更进一步的细化这个模具本身的使用，我想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从整体的这种使用上面来说的话呢，也伴随着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气温降低，也有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些类似的问题。也许到了夏天气温回升的时候就好了，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话，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个车在整个这个转向管柱抽拉的时候，它的行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润滑。那么建议油脂这边是不是能够采用更多的一些油脂，包括更好的一些润滑方式去做到这一点。当然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像这样的一个方向盘的设计的，这个毫无疑问。那么接下来所遇到的问题呢，则是来自于我们说现在的整个上方，也就是抽拉板的这个设计。那么作为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遮阳板的设计当中，其实我们还是更多考虑到了一些细节，比如说你的长度够不够，翻下来的角度够不够。但现在问题是在哪儿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先通个电，然后呢将整个上方的光源给大家启动。哎，好，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在我现在将整个光源补强了之后啊，首先你们可以看到的是这边的设计啊，包括咱们说现在的这个抽拉设计都是比较灵活的。但是如果我现在将它放到这边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还有些违和。因为如果我现在放到这边来的话，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这一侧的位置，也就是眼镜盒。而同时较为我们说比较宽的这样的一个遮阳板，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弥补我们说之前所遇到的这半张脸的一个被晒的问题，但是这一侧的位置仍然没有办法去弥补。况且我现在如果将它为了不碍事儿放到这边来的话呢，我的这个头就会有一些干涉这一侧的位置。如果我为了不干涉这个位置的话，我现在将它放到这边来，确实这样的话会好很多。但是遮阳这一侧的目前的目的啊，就只能够打一些折扣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从整个我头的这个下半部分已经是被太阳晒到的这个部分了。所以目前他遇到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你将这个眼镜盒取下掉。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跟之前的这个问题可以合并到一起，眼镜盒的一个置位问题。那我们还是建议眼镜盒可以放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作为前排来说的话，其实并不存在太多的一些我们说乘坐上面需要固定个人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一个诉求在。所以放在这个位置不如放在那个位置，并且将我们说两方这一侧位置的拉手呢做一个取消。那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可能针对于我们说现在的主驾驶有一些遮阳并且是防止眩光这样的一个驾驶安全类的需求会更迫切一些。当然这个眼镜盒呢也不是说不好用，而且眼镜盒内部啊整体的这个柔韧的质感还做得可以，但是未免材料铺的有点细了啊，有点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还是一个位置问题啊，还是一个位置问题。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观察完了整车全部的一些细节之后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在整个车辆的副驾驶的位置，那么这一侧的位置呢，我们也贴了一张条。而这张条呢，我写的是一个阻尼的力量问题，或者说阻尼的这个限位的阻尼大小问题。咱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空载的一个置物箱的状态啊。我现在把它打开了，对吗？我放了啊。它是分两段，第一段在这个位置，第二段在下面这个位置。但是从中间这一段来看的话呢，目前是一个空载状态，里面只有一张纸。那这种情况下，它如果都没有很好的一个限位阻尼这样的一个遮物，或者说一个阻挡效果的话，那里面在放下更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会一降到底，或者是直接就往下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这种阻尼的限位明显是不太够用的，是不太够用的。建议厂方能够把它做的阻尼再强一点。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前排呢只看到了这两个问题，那么更多的问题呢我们还是放到后排再去看一看。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辆在后排这边的一些问题累积，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这个时候呢由于在展厅里面，所以现在呢在上方补了一个光源啊，那么能让大家更方便的去看到现在的画面。首先在我面前呢贴了一张纸条，那这张纸条其实是一个材质问题，那也可以说这个东西不能算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材质问题，因为可以看到入手这种手感包括这种软硬度其实还是存在的，但是它只是在这层机台板背后啊给你去包了这样一层皮，所以说手感虽然不错的同时，但它本身的触感却没有那么柔软。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在我们说结合了这样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座椅设计，同时下方这边能有一个较大的空间让位的同时啊，也能够将这一侧呢给一个相对软质的填充，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会增添不少有关于车内比较温馨包括像是舒适的这样层面上面的一个补强。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整个车辆的后排座椅，那后排座椅宽松且舒适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值得表扬的是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位置呢给它给了一张空白的纸条，而这张空白的纸条的意思呢是优点。那一般座椅的设计啊一般都是采用四六式分割的设计，而该车的设计呢并不是这样，在该车的设计除了这两侧的座椅能够独立去翻折之外，在部分的这个位置呢也可以独立的去给它翻折，可以看到当翻折下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后排这边的空间包括像在中排这一侧的位置啊就完全打通了，所以从这点上去讲的话呢，这个车型真的是为了整个空间这边的一个丰富的变化而不惜成本去做到这一点。但同时看到这一点的好处之一呢，也能够看到像这一侧的座椅刚才在回弹的时候和整个这一侧的座椅呢是完全一体的，也就是说你在去翻折的时候甚至于你可以有一个多样化的变化去完全应用到整个车辆2840毫米轴距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再来说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有关于上方顶棚，那在我们整体前排和后排的这样的一个验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一侧部分的位置是有一些松旷的问题，所以这一侧呢我给它贴了一个纸条。那从这个内部铺装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更多的一些细节能够去把这一侧的位置做一个支撑就会变得更好。而再接下来在第三排座椅的空间利用上面来说，我们更多考虑到了小孩以及我们说体型不是较大的这样一些成员的乘坐，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安全带的取放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而从前排我们的驾驶成员角度去说的话，那车辆作为一台 SUV 你肯定会有一些这种非铺装路面去行驶，而这种时候在后排的安全带顶部的这边的一个挂接方式和收纳方式当中，它选择了这种长久性可以伴随更长时间的一个磁铁，所以这一侧的位置也是一个优点，完全不会有任何异响，而且简单大方实用。那说到我们说现在的座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一些观众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之前的测试当中对于这个我们说 C 柱部分的位置的安全带以及 D 柱部分位置的安全带收纳呢是有一些意见的，包括很多车型在之前的设计当中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一些设计去弥补这一侧的一些异响啊包括收纳的一个归位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该车是怎么设计的。在该车的设计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留下了很宽的这样的一个余量，那即便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也只会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卡在这儿，如果是收回的情况下呢也会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去给它留下一个很好的归位。而从后方这边的角度上面去说，它非常聪明的用了我们说现在的双层的一个折叠法，将安全带呢在背后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造型设计，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只要放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哪怕是响的话也只会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金属挂扣和座椅产生触碰，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背带从这一侧的位置呢做一个阻隔，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不仅是收纳的位置呢会变得比较好，同时针对于我们说现在整个车辆在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原始设计当中也是物尽其用了，并没有花费太多的一些成本。而在我们说到更多的一些设计诸如说现在后排的出风口啊以及我们说整体座椅的这个背部的工程学设计，再加上我们说现在在中排乘坐的时候包括中排不乘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杯架设计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如果还是没有足够的了解可以去回看我们上一章节的这个车辆内装的一些分析和解析。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完了整个车辆前排中排的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后排尾舱这边有没有更多的问题存在。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现在要针对于整个车辆的尾舱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收集包括一些处理的优化建议的一个收纳。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眼整个车辆的这个
高啊，包括像我们说现在的宽度来说，对于我现在整个人站的后方，以及我现在去做一些操作来说，这些位置都是无比合适的。我身高1.76米，以我的臂长来说的话，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匀称的这么样一种身材分布。那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说的话，打开它是没有问题的。但仍然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很多人都不会注意这一点。如果我误触它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一直按着这个部分，它是不会开启的。这一点来说，包括它有一个小的一个报警声音啊，这一点来说是一个很好很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但如果我只是真的是误开了一下呢，它就打开了，对吗？请问报警提示音在哪儿？很多车型在尾门开启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说挂上倒档，车辆在往后行驶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种声音去伴随。当然在现在的车型当中，倒车警示音你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建议厂方在尾门开启的时候，尤其是家里面小孩在后排的时候，如果一旦遇到了这种情况下，还是给到一个提示音，让他去关注到这个尾门的动态。因为提示是关心到或者说关注到这个尾门是否开启的一个运作行程啊，是这样的一个警告提示，我们建议厂方还是加上。类似于像刚才这种我们说长按这样的一个尾门的操作键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音在，其实大小声音就刚好合适了。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关于尾舱部分的一些这种问题收集，包括优化环节当中的一些这种收集。那么首先我们说到尾门这个侧的位置的时候，更多还是看到了这个三角警示牌这块的位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侧的位置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个拉手。那这一侧的位置设计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个东西啊。那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呢，看到了我们说其他的一些盖板的位置，那么一直在努力的去寻找，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这一侧。在一般的设计当中，车辆尾门的这个锁扣部分呢，会有一钢丝绳去给它做一个我们说现在强制开启的这样的一个备用措施。但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说的话，我们在这个里侧、这一侧和那一侧呢，这三个位置并没有发现有这样的设计。而整体的这个尾门的锁扣呢，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电机盒，我们说现在完全的一个电控设计去做。那在我们这一侧的位置和这一侧的位置，分别为我们说的尾灯侧一侧的一个修理位，和我们现在雨刮电机这一侧的一个修理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说的话，在这两个总成当中，并没有预留下来这样一个位置存在。而在观察到我们说现在的整个后备箱的空间大小之后啊，那从静态解析当中，咱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后备箱是足够大的，而且在后排乘坐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还是需要有一个逃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能够存在咱们说车辆上面，建议厂方去弥补一下。我们现在将它回位。从整体上面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车辆的这个出现的问题当中，其实还是蛮少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说来自于整个车辆的这个导槽部分的设计，也就是门边锁块的导槽。之所以会说到这样的设计，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电控式的这样一个尾门设计，而作为我们说这个 SUV 车型，在新疆以及我们说其他的一些地区，很可能会遇到一些路面凹凸不平的状态，而在该状态下，如果你去开放这个尾门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两边的铰链应力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门关不严或者是完全无法关闭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说的话，这种门下方的这种闭合设计啊，我们还是认为说太单一了，也太单薄了一些。我们建议两方这一侧的位置呢，针对于咱们说现在后方这边的整个门板的模具啊，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缩紧化的一个导槽处理、引导处理，会变得更好。而同时在该车的其他的细节设计上面，你们现在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那包括我们说看到的整个后方这边盖板的一些细节设计啊、处理设计啊、座椅这边的翻折设计啊，都变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唯独有一点，你翻开它的时候是很省力的，对吗？但如果你要想把它缩进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到这个拉环了。但还好，同样很省力，只不过多了一个本身的这个三折式的一个盖板的一个龟背设计。抛开这一点来讲的话，在该车的所有的设计当中，我们还看到更多的细节，比如说作为我们说最容易忽略的在第三排座椅乘坐的安全带归纳，也在这边设计了一个非常紧的这么一个卡扣设计。但要注意的是，你一定要会用它，如果不会用它的话，我想你应该换到整个这个后方的一个内饰架，你才能够修复它了。不要硬扯，不要硬拽。 OK，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很难去找更多的一些这种车辆有关于静态解析当中的一些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别的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发动机舱的问题解析。但是这个发动机舱的问题以及优化点的一些这种收集环节之前啊，我们在讲述之前还是要来讲一下这个车辆设计的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君正同学，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拍过的很多车型，其实在开发动机舱盖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纠结或者说头疼的一点，就是
很多车型你第一眼上来没有看到说明书，也甚至对于这个车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你是很难第一眼看到它的整个发动机舱盖的一个拉手，或者说开关的开启位的，对吧？甚至于有些开启位设计的位置呢特别深，而且整个开启的开关也会比较有很多毛刺啊，很硬，而且很容易划伤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车的设计。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真是懵逼了，然后呢我在这一侧的位置使劲找，找半天没找到，然后我发现这个下方的盖板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所有的线速给你全部密封完毕，没有一点去给你露出的。就这一点来说的话，无疑也是增加了更多在我们说驾驶的时候，尤其是高速驾驶的时候，脚底下这一块的温度保持，至少不会让我们说太冷，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在这儿呢，毫无疑问这个拉手部分的这种材质做工和用料是我见到过比较精细的一种了。当然如果能够将旁边的这个毛边再去打磨一下啊，抛光一下，可能会变得更好。不过我们现在拉开它，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部分的整体。那首先在打开发动机舱盖之后的话呢，我为什么没有去开启它，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要你去看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咱们现在打开它之后，你顺着这一侧的缝隙一直往那边看，这个弹起位弹开了之后呢，它的缝隙其实从这一侧的位置开始往后延伸的，从这一侧的位置开始往后延伸的。那么完全盖住之后是一个什么样，你来留在这个位置，我来帮你盖。完全盖住了之后是这样的，但就这样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一侧的缝隙仍然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你想要阻止一些空气进入我们说现在的前方的叶子板以及我们说这一侧部分的中空位置去做一些这种效应击撞的话，那么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一侧部分呢加一个刚才我们看到的缝隙大小的一个密封条就可以了。这一侧问题的密封啊，第二呢是我们现在在打开它之后啊，其实这个时候更多意义上面的环节会有一些顺序，可能在我们说现在现有的一些这种国外的设计师当中，它会有一些做法会让我们现在改变现有的一些这种形式的观念和一些这种习惯。我们大多数人开启这个引擎舱盖开启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这侧的位置这么去摸，对吗？然后摸，但首先这侧的位置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胶条，这是第一个位置，可能会让你误以为这是一个开启开关。然后接着往后滑，在这侧的位置接着往后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了这个位置之后还没有反应，然后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会发现夹手了。但实际上我一直摸到这边来的时候，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去摸的话，仍然没有摸到任何的开关呢，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简单，他现在让你去做到的一个强迫性的一个习惯是什么，让你用手指顺着引擎舱盖上方的边缘去这么滑，然后啊才能够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隐约找到这么一个小的开关。而这种开关的结构设计呢也是向上去拉的，那么从这个时候这种角度再对比一下我之前所说是伸进去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间隙其实是很小的，因为我现在的整个中指已经被挤到这儿了，你可以看到我手挤的程度已经被挤到这儿了，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够到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车型虽然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槽点，比如说刚才的这个位置过于深了一些，那你的进深如果能够再稍微延长一点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它的开启位。除了这个槽点之外呢，我还能够找到更多的一些好处啊，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这个引擎舱盖是采用轻量化的设计，材质非常好，同时我们说现在看到的整个这个上方这边的垫子啊也足够厚。但是说到垫子这一块呢，就得又吐槽一下，听到吗？我现在将引擎舱盖扶住啊，这也做了松旷的问题。那据我们所观察，它现在整个下方在盖下来之后啊，正好是应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前大框的这侧位置，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能够在这侧部分的位置呢有一个补墙，针对于像这两个卡扣一样在这边设计一个卡扣，这样一来的话你们再停没有了。 OK， 那么这是有关于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前引擎舱盖覆盖的这个隔音垫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则是我刚说过的密封问题，在这侧的位置呢也给你们看到了。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现在整个给予板这一侧啊，不是给予板，就是咱们现在前大框这一侧。那么作为前大框这一侧的设计当中，可能更多的一些问题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是采用两个件密封在，就是组合在一起去做的，这上方是一个件，下方是一个件，从这一侧就能看得出来。而正因为这一侧的存在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吗？如果我现在将这两个点压住，
这两个点压住。好，我们现在再来压这两个点，没有声音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说，这两侧的位置的翘起呢，成为了我们说现在异响源之一。那么这一侧的位置和这一侧的位置做一些处理，挂接，包括我们说现在卡扣位的卡扣，或者像这种螺丝去上紧它，那就没有问题。这个需要我们说来自于两个不同配套厂商之间的一个协作去努力，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数据只要报给他，我相信这个松动的问题应该是能够解决的。那么再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多一些细节问题。整个这一侧的部分的位置啊，做的都非常好，整个下方的位置做的也 OK。可以看到，整个车辆的发动机舱呢，属于是一个非常致密的状态。而作为致密的发动机舱的状态下的话呢，能够引起的一些问题，无非就是共振和一些摩擦。而作为摩擦的这一点，在这一侧的位置呢，凸显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侧的固定位到底做的是有哪些问题啊？看到吗？那么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当中，更多的一些问题呢，是发生在我们说现在这一侧的位置。如果这个固定位置呢比较松旷，再加上它本身天长日久的一个累积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很有可能是这一侧部分的管路呢和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纵梁发生一些触碰。所以我们建议厂方是否能够将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和整个这一块的工程塑料去做一个卡扣。那这一侧的位置固定下来之后，相信它本身的一些共振呢，包括咱们说现在的一些触碰的问题都不会存在。那么看完了以上的这些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表扬一下。那这个车型整个雨刷这一边，咱们再来看，上风这边和这个局域板的这一侧都没有任何雨刷喷嘴的存在。这个车型的雨刷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喷嘴啊，是跟雨刷是一体化的处理的。那么它的整个设计呢，是在这一侧的位置向两侧去喷。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保证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喷水嘴的效率达到最高，雨刷本身再去刮除一些脏物的时候啊，就可以更好的去获得一个润滑效果和一个清洁效果，这是很好的一个设计。而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则是大灯处，可以看到大灯处的位置呢，我现在将这个条接掉，你们现在就能够看到了。这一侧的位置呢，其实是保留了更多的一些调节类的设计，比如说下方的一些螺丝啊，包括咱们说一些散热片的位置，那能够提供原厂车灯一个很好的散热的同时，在更换的时候，这边的两个标识也给你写出来了，整个车灯的一些型号都在这边。OK， 看完一些好的设计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吐槽一些它的这种为了设计而设计去做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不方便的一点点。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原车的设计当中，其实你要保证的第一点就是你车辆的一些油液添加更换要方便。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现在给你们看到的这一点是刹车油壶。刹车油壶啊，刹车油壶在下方。如果我现在拿着手上拿着一个 DOT4 或者是 DOT5 的刹车液，我现在请问要怎么加进去？我的壶嘴又比较短的同时，这就注定了我现在这个位置要伸得很近，从这一侧去加吧，这一侧的位置档；从这一侧去加吧，这一侧的间隙又不够大。想要去加这个油液的话，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能够将这一侧的位置呢，能够稍微延伸出来一些，到了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哪怕只有一半。这样的话，我再去加油的时候就很方便。这是第一，第二是还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电瓶。电瓶这一侧的位置呢，我给出了一个拆卸。但是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它为了给我们说现在的 ECU 整车的大限位，以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保险丝盒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些卡扣的处理。但这侧的位置明显可以看到有一个脱架，并且有很大的一个让位空间。所以我们建议厂方是否能够将这侧的位置限速呢，以一个位置，比如说这侧的位置去做一个置放，然后将整个这个电瓶的位置呢往前移，或者干脆把它做成这种可以前后滑动的状态。我滑进去的时候它自动锁止，我按下两个按钮把它滑出来的时候可以正常拆卸。这样一来的话，不光能够省掉很多的一些这种螺丝啊，包括它的一些紧固设计，而且能够让电瓶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维持当前发动机舱温度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位置，这也是一方面。而再接下来的问题呢，则是有关于我们说现在看到的更多的一些右侧的问题啊，比如说到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说明书啊。为什么说说明书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咱们就明白了啊。哎呦，我们现在把它拆开了，可以看到拆开的时候，这个引脚部分的位置在这一侧的位置是挡死的。那么你现在去打开的时候呢，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开启位，角度上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是作为现有的这个情况下它的说明问题。我们建议它至少是有一些提示，比如说你哪个保险丝是干哪个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模块定义，要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更多的一些问题还是来自于这边。而且我现在扣进去的时候，也正因为这个下方视角的关系啊，我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部分到底是锁好了没有，所以只有这样去试。这个部分的位置呢，视线不是太好。而第三个问题则是来自于隔音方面，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结构设计。那么在内部的部分的位置呢，它虽然说是做了一些填充，但是填充的不是很大，这是第一。第二是对比我们说内侧部分的位置填充好的原因，咱们来看一下。这侧部分的位置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在内藏这个部分的空间啊，它拥有更多的一些设计，比如说限速，比如说这个灯光部分的一些散热器的走位，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还有一个雨刮器的一个储液壶被放到了内侧，而这一侧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建议厂方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增加外侧叶子板的刚性，比如说你去贴一些这种电极指针胶贴，那能够更好的去把它刚性补强之后，相信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它的一些噪音激荡噪音的一些问题呢也不会太严重。而再接下来呢则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比如说到的这个部分的位置的限速。那我预估的话，这个限速可能是一个 ABS 啊，不是 ABS， 就是他们现在说的这种前部的啊，这种 ABS 塑料所挂接上面的一种碰撞传感器啊，有点类似于像前杠这边的碰撞传感器，因为限速大小我看的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我其实实话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车型的怠速偏低的话，我很难保证这个东西不会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还是应该去做。OK， 那么在看完了刚才的一些问题的陈述之后呢，接下来其实我还是直面到了这颗发动机总成，我还是发现了它的一些问题所在。咱们都知道发动机进气的时候，作为咱们说日常的保养，比如说你的汽油率，比如说你的空气率，都是需要更换的，对吧？那不止我们说刚才的电瓶在几年之后的更换，刹车油在几年之后的更换，这些东西也是常备的。那我现在要提问一个问题，君志，你认为这个车型的空滤该怎么去换？我先给你指出来，这个车型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位置设计的发动机，排气侧在这一侧，对吧？我拆不下来。拆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在这儿呢。请问你要怎么拆得下来？而且这边还是一个，这边还是一个内六方的这么一个螺栓，你可以看到吗？是一个花键。而这种花键螺丝，你要想拆卸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一个位置。那把这一侧的位置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上方这一侧的位置的横梁，就我们说现在整个防火墙这一侧啊。包括整个上方避震塔顶这一侧的位置的加强梁的设计呢，离它又特别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真的是不是太好拆，不是太好拆啊。那相对来讲的话呢，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的清洁和保养倒是比较好做，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你也得去拆掉一堆东西，比如说上方这边的一些板件，也是一样的。而且这边的对缝位，这个位置做的还是比较好，你可以看到严丝合缝，所以。有一些精致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我承认，但是这台车型的一些这种出发的理念设计啊，包括像它的一些这种便利性的一些设计呢，可能做的还是不够好啊，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比较容易的更容易的一些这种拆卸上的一些设计尝试。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今天这台车型的问题解析。那么其实今天可以看得到啊，我们今天整体的关于车型的问题收集这个环节当中其实不是很长啊，整体的这些个点呢也比较少。作为标志车型来说的话，咱们现在数一数，往回数，308的车型，2008的车型，308S 的车型，408的车型，我们都一一做过测试。那这些车型的测试当中，它的问题点其实都是蛮多的，慢慢到了我们说现在的4008、3008以及我们说现在的5008，问题越来越少，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总结完毕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等待路上的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好的同时，我们再去续约这一台车和那一台4008呢做这样的一个路测，来看一下该车在路上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毕竟一台车还是要拿来奔跑的。感谢大家收看0691车评中心的节目，我们的主站在优酷，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在花椒以及一直播的一些这种直播的一些栏目互动，我们也会更多的在我们的 QQ 邮箱124214136的这个邮箱当中呢去回答车友的一些问题，并且听取大家的一些建议和一些已经去喜欢去让我们去测到的一些车型的建议。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测评再见。